你们拍这部都没有传出绯闻。为什么没有啊？哈，来不及了。我就有看那个《姐的时代》嘛，小乐跟钟瑶的那个的吻戏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亲的好真实哦。我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，我说我们亲的好保守，好乖哦，就是嘴巴是紧闭的，但是我们有在动，可他们都是嘴巴会微张的亲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啦，就是类似啊，我是没有看到，跟听他具有含住的感觉是，哎，对对对，可能就是是两个嘴巴是有张开的状况之下在亲的，对。然后所以昨天制作人就说，当初自己没有先提出来要求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哎，那你是不是想要这样亲？我可能来不及。那个什么，去一个杂志宣传的时候，还当场接吻。假的？对。你可以吗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嚣张了。有没有办法当场？人家这样，人家以为在这边上班都要那都是要清楚。